恭喜几位，让我们欢迎到的获奖嘉宾是张天爱、黄景瑜、江疏影、张若昀以及周密，欢迎几位。同时邀请到我们的颁奖嘉宾时尚 Cosmo 主编刘月薇女士，各自的中国董事总经理邢文宁，绿地集团上海房地产事业二部市场营销部总监助理胡雷女士，欢迎三位。若昀，不要那么严肃，飞跃。好的，谢谢我们的两位三位颁奖嘉宾，谢谢你们，谢谢颁奖嘉宾。哎呀，疏影藏最近在很多的活动上面碰到疏影啊，今天来到我们的时尚 Cosmo 获得这样奖项的感觉如何？就是一个飞跃，我也觉得燃就是一瞬间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享受今晚，因为今晚是不可复制的，然后我也会铭记于天爱呢。祝时尚 Cosmo 23周年生日快乐，非常感谢在这一年时尚集团对张天爱的大力的支持，然后今天拿到这个沉甸甸的奖，其实好开心好激动，接下来的日子我会继续努力燃放自己的内心，让一切变得更美好，谢谢谢谢时尚 Cosmo。 接下来有什么飞跃的角色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我明天就要进组了，拍摄新剧叫舞动，导演还有杨洋和你演的不是男的了吧？这一次这次还挺调皮的一个角色，所以最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可能还要再等我的官宣。好的好的，谢谢天爱。若昀，哎呦，最近也很忙，最近在宣传你的新片对不对？对的，最近有一部新的电影叫冲天火，11月25日就要上映了，希望大家支持。对，在里面你也做了一些很不一样的飞跃，今天获得这样奖项感觉怎么样？首先我还是祝 Cosmo 23周岁生日快乐。然后我觉得今天的奖特别有意义，因为飞跃呢，其实我们人是不会飞的，那飞起来一下可能是因为助跑跑了很久，所以积蓄力量可能飞了一下，那想再次飞起来呢，就还是要努力的奔跑。好，所以其他讲话也特别有哲理，是需要助跑很久才可以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啊。也谢谢我们这个若昀可以一直飞，一直飞，一直飞，啊，像我一样正在飞，啊，谢谢。景瑜，哎呀，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非常期待你下一个作品了，下一个作品有什么样子的一个飞跃？你自己会想要做什么样子飞跃的挑战吗？接下来，下一个作品飞得很远了。下一个作品，我跟王全老师，我们一起拍了一部《枪炮幺八》是张莽导演的作品，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所以在角色上面也是飞跃嘛，对不对？角色上面差不多，对我来说应该是个飞跃。对。然后会有女一吗？有女一的。OK， 谢谢景瑜。来，周密，我知道其实平常也是常常飞跃在我们这个中国以及韩国中间，但是听说你最近又飞跃回来了，感觉怎么样？很开心，然后就觉得回到国内，然后能拿到 Cosmo 的肯定，很谢谢 Cosmo， 然后会把这个今天的主题燃的正能量一直发挥下去，然后完成自己所有的梦想，谢谢。好的，谢谢周密，我们再一次谢谢所有的偶像以及所有飞跃的燃美丽的偶像们，谢谢你们，谢谢。
我们一会儿阿格丽丽会拉着唐艺昕和唐嫣进行我们的戏剧下一轮的互动，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好，接下来再一次让大家。